几位要上车？十位。嗯，有包括小孩吗？没有。小孩子也要上车吗？对。那已经超过了耶。对吧？小孩子是人啊。我小孩子是人，那就是我抱着后面应该 OK。不行啊。那你要取消哦，不然你等一下叫还是一样哦。你连路都找不到。来，先生，要不要看一下导航？是导到前面。快滚啊！你才滚呢、欸！滚！要滚！你才滚呢、欸！不然你现在怎样叫警察吗？对啊。来啊！哎、欸，你不要动手动脚哦。我就动你。哎、欸，我都有行车记录器，不要骂。不要这么没有水准，好不好？你就可以骂，我敢骂你吗？要有个风度一点啊！知道法规，不在你可以的。